等一下，你一会儿再吃，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吃。等啥等？还等你呢？再等又都凉了。这把子又放点辣酱，真不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男人又开始吃独食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你别笑。先让你嘚瑟会儿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这辣椒酱拌面条它不香吗？嗯，好吃。有点儿。真是。是不是声音小了？嗯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？嗯。好，轮到我了。好戏开场了。哪来的烧鸡呀、啊，大哥，懵了吧？不行，我得换个法仓、啊。你真是不改啊！你给我等着。今天可得尝完美，千万不能被媳妇发现。媳妇吃饭了，干啥呢？来了。今天鸡蛋都给你吃。分一下吧，分一下吧，分了。你吃，你吃。你不吃啊？你吃。你不要高兴太早了，别以为我没看到。来来来。太过瘾了。有人。
媳妇儿，这酸辣粉蒜香麻辣也太好吃了吧，你多给我买两箱，价格还特别合适呢。现在吃饱了吧？我吃饱了，你赶紧吃，吃完我收拾。吃饱，你不用管，去休息吧，一会儿我收拾去吧。你洗碗啊？好好好，去吧。我鸡腿呢？要你天天坑我，今天大鸡腿和鸡蛋你也别吃了。让我逮到了吧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别笑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今天就给老公上一课。哇，大鸡腿配上辣酱真是太香了。嗯，真香。嗯，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老公，一会你别哭。鸡蛋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老公，你再去给我拿一罐辣酱吧。哎，我吃完了。辣酱。给。这辣酱配米饭太香了。太香了。老公，你不吃啊？你快吃啊！我一会儿再吃。我吃饱了。吃饱了、嗯。终于该我吃了。啊？我鸡腿呢？啊啊吃饭不叫我来，你选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又选，赶紧的选一下吧。我选看得见。我的，我知道咋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你怎么还不吃啊？我一会儿再吃，我怕你跟我抢。你先吃。我看见，看见。你先吃。都是我的。都是你的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嗯。真香。我得想办法看看他那里面有啥好吃的。辣酱没辣酱了，快拿一罐，快快快！烦死了！原来是个假鸡腿呀、啊，我以为有啥好吃的呢。给。打开呀、啊！
天天的，少吃一点都不行。给你，这辣条真好吃。你不看是谁买的？你怎么还不吃啊？吃你的吧。快吃啊！来，我帮你打开。给给给。一你又尝好吃的，给我一个。啊！哎呀，九十个。数过了，我也有办法。哎呀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瞅你那嘚瑟样。看他吃的还挺香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。啊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好串吧。别动，没你的份儿。吃你的饺子。看他这么紧张，里面不会真有烤串吗？我给你换。你确定？换。一会儿不能再换了。怎么都是空的？你吃不吃？不吃你就别看。我还吃饺子吧，给你。还想拿空钱套路我？今天我要是上当，就是大傻子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哎呦我的妈！瞧你那小气样。看我给你上一课。原来他躲这里了，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。哇！鸡蛋都是我的了。我就猜到他会这样做，今天看谁笑到最后。串吧。来了来了。
来选一个吧。选一个？嗯。哎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选跟前儿这个。确定？确定。这里面有烧鸡。你留着吃吧。你就给我演吧。这里面怎么还有鸡蛋呀？你做的饭我哪知道？行了，你快点吃。今天看谁笑到最后。这小萝卜干真好吃，就是啊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酸辣粉好吃吧？嗯。你就嘚瑟吧。怎么还这么大烧鸡啊？我告诉你有烧鸡了，你自己不吃了，你赖谁？有人疯了吧？